现在我们来看，当我现在有一个 PN 接面，那你把两边怎样 open 的时候，那这时候会有怎样的情形发生？那一开始你可以这样想，就是我现在是一块 P 型的半导体，那一块 N 型的半导体。好，那我们知道 P 型的半导体带什么电？啊，正电。那 N 型的半导体，其实 P 型的半导体它是正常的行星啊，它是不带电啊，然后它里面有很多电动的载子，那相对的跟电动一样多的载子，它有很多的正什么负离子，只是电动可以导电，但是负离子不能导电，所以它导电的载子主要是由电动来决定，那实际上它是呈电中性，啊，然后你可以导电的跟不能导电的这个负离子加起来的数目会是一样啊，因为在这里面带正电的会是多少？电动，然后加上如果有一些怎样正离子。然后这是带正电的啊，那在元件里面带负电的会有什么？电子跟负离子啊，那这两个基本上数量会是一样，所以它是呈电中性啊。那对 P 型半导体来讲 ，ND 这个几乎等于零啊，这个可以忽略掉，所以你电动的浓度大概会是电子的浓度加上负离子的量。那一般我们会假设，当我的参杂浓度比 Ni 要大很多的时候，那你的电动的数目大概就等于多少 ？NF 就是游离掉的这些负离子啊。那相对的，电子的浓度就由 mass action law 去算。啊，然后 Pn 会是等于 Ni 平方啊，所以这样的话 ，n 就会是 Ni 平方再除以 p， 那 p 在这边就用你的参杂浓度去算，就参杂浓度如果远大于 Ni 的时候，那相对的 Pn 型半导体这边它也是怎样不带电，只是它里面有很多的电子跟很多的正离子啊，那电子跟正离子的数目大概是一样多啊，那电子可以导电，但是正离子不会导电啊，所以它主要传导电的载子就是电子。好，那我们看这个是电中性，那这个是也是电中性。那我如果把两个半导体把它碰在一起呢？那把它碰在一起，我们讲这里有很多电动，相对的这边有很多的电子。那 P 型区的电动，你把它碰在一起之后，因为这边的电动浓度很高，所以电动会往，我们如果把这个定义成 X 方向，那电动会往 X 方向扩散，然后电动因为这里浓度比较高嘛，所以它会往这边跑。那相对的电子呢，会往负 X 的方向扩散。那我们讲过，这里面本来它是呈电中性，比如它有那么多的电动，也有那么多的负离子。那我电动跑过来之后，这些负离子怎样？没有电动把它中和，所以相对的
在靠近界面的地方就是怎样，在 P 型区这边就是带负电，那在 N 型区这边会带正电啊，因为电子往这边跑嘛，那跑过来电子就变成比热平衡的时候要来得多，所以相对的它就会跟电动复合掉，那相对的这边的电动跑过来也一样会跟电子复合掉。那这个扩散的过程它并不会怎样一直扩散到整个怎样 NP 的浓度变成怎样一样，那主要是因为当我扩散的时候，我们讲你这里会有负离子留在这边，那我扩散的越多，这里留下来负离子的数量就越多，那相对的这边正离子的数量也就越多，所以这时候正负离子在这里就会产生一个电场，因为我们讲电场是从正电荷跑到负电荷，所以随着这个我们称作空白区的，就是这个正负离子增多，那这边会有一个电场，那这个电场的方向刚好跟电动还是电子扩散的方向会是相反，比如我电动这里浓度比较多，我会想往这边扩散，但是这个电场会让电动加速怎样往这边移动，所以这样的话在这里面它就有两种电流，那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产生电流的两种主要机制是什么，一个是扩散嘛，扩散电流，那一个是漂移电流，那扩散电流主要是因为你的载子浓度有梯度的时候它就会怎样扩散，那相对的漂移电流就是当你半导体里面有电场存在的时候，它会顺着电场还是逆着电场加速，所以这个它会到达平衡的时候，就我这个越大你电场就越大嘛，所以相对的怎样我的漂移的电流就能量就比较强，那相对的当我空滑区变大的时候，你的梯度就变小了，所以它的扩散电流也会变小，那最后当你的扩散电流跟漂移电流两个一样大的时候，那这时候怎样这个宽度就固定下来，所以相对的这个宽度对应到特定的一些半导体它会有一个特定的值，好，针对这样的说明有没有什么问题？哦，那这个中间这个区域我们讲主要它的电荷会是怎样正负离子，所以这个区域我们有几种称法，一个称作 depletion region 空乏区，还是空间电荷区，就是Space charge region。那在后面的计算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区域我们都会讲这边没有电子电动存在，那其实这主要是为了计算方便的，比如在这边其实它还是会有电子电动存在，只是它电子电动的浓度相对于你这些正负离子来讲它的量很少，那量很少的情形下我在计算这些电荷的贡献的时候，你可以把那些电子电动把它忽略掉，这样了解意思吗？有，实际上在这个空乏区里面它还是有电子电动的，只是它的数目很小，有，我们讲过你如果是在热平衡的情形下，那热平衡的情形下你的 NP 一定会等于 NI 平方，那这个式子对于空乏区来讲也是适用的，
只是这样的情形下，在控阀区这里面的电子电动，相对于这些正负离子来讲，它的浓度小很多。所以后面我们在算电荷的时候，就把这些电子电动的量把它忽略掉，它只用控阀区的电荷来算。那在这里我们讲，这里会有一个电场存在。好，那沿着电场积分，它就会有一个电压。所以当我两边把它 open 起来的时候，那在界面的地方它会建立一个 measure voltage。还是 built-in voltage。在这边它的界面的地方会有一个内建电位。好，那一样内建电位会跟你这个二极体两边的掺杂有关，比如它会跟 PN 的掺杂有关。现在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在平衡的时候，扩散电流会是等于漂移电流，所以这时候你的以这上面的图示来讲，就是这边 ID 就是 diffusion， 那 IS 在这也是它的 drip current 的部分，那这两个电流相等，而且它是怎样个别的电子电动的扩散电流漂移电流都会一样，比如这是总电流一定一样嘛，那电子的漂移电流也会等于电动的漂移电流，那相对的没有电子的漂移电流跟电子的扩散电流会是一样的，那电动的漂移电流跟电动的扩散电流也会一样，那各自的分量都会一样，而且这样方向相反，所以总电流加起来会是等于零。好，那刚才讲它会有一个内建电压，那内建电压的大小可以用这个式子来表示， V0 会是等于 VT natural log NAND 除以 NI 平方，所以在这边你可以看到这个它会跟温度有关，因为 VT 是 KT 除以 Q 嘛，所以温度越高怎样 T 就越大，然后它又会跟怎样你的掺杂浓度，两边的掺杂浓度就是 T 型掺杂浓度跟 N 型掺杂浓度有关，比如你的掺杂浓度越高，在特定的温度下它的 UT voltage 会越大。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控阀区的宽度哈。那在这里首先我们先用定性的方式来看，我们讲本身它是怎样 NP 个别它是电中性，对不对？好，那在 P 型区这里会有负离子嘛，那 N 型区这里会有正离子，那这边正离子的数目跟负离子的数目会一样，因为你 total 来看的话它还是保持电中性。那当你的掺杂浓度比较高的时候，就是如果是 P 型区比较高， NA 远大于 ND， 那这时候这些控阀区电荷的数量会是一样，比如它的掺杂浓度乘以控阀区在另外一边的宽度，你这边的话它是从负 XP 到底，这个是 P 型区的控阀区嘛，那 N 型区的控阀区它是0到 XN， 所以这两个地方的电荷会是一样的，所以在这边你的 NA 乘以 XP 会是等于 ND 乘以 XN， 也就是说你掺杂浓度比较高的那一边它的控阀区会比较小，那另外一边相对的会比较大，那它的宽度的
比值就跟你的掺杂浓度是成反比。好，那这个在用它的电子电动锤位置变化的情形，就像这个图了。因为在这边 PP 是等于 NA， 那 NP0 是 NI 平方除以 NA。那这个其实你可以用 PP0 的，那第一个 P 代表的是怎样？变道。那下标的 P 这边是代表在 P 型区里面，所以电动在 P 型区它会是主要载子。那这里的 NP0， N 是电子， P 是 P 型区嘛，所以电子在 P 型区的地方，那这个0是代表热平衡的时候，所以热平衡的时候它的电子的数目大概就等于 Ni 平方再除以 Na。那反过来这边在 N 型区这里也一样，有你的 Nn 是等于 Nd， 那 Pn0 是等于 Ni 平方再除以 Nd。 那在空乏区这边怎么办？空乏区这边你如果是我们用 log scale 来看，就是用如果用指数坐标来看，那空乏区大概就是这两个，就是用两条直线把它拉起来。然后在空乏区里面载子的分布会是这个样子，那这里面它会满足怎样 PP 乘以 NP0 会是等于 Ni 平方，那这边的 NP 相乘也会等于 Ni 平方，那这边也是一样，只是这个浓度我们讲过在这里会有负离子的浓度是这么大，那相对的这边正离子的浓度是这么大，所以这些电子电动的浓度相对于正负离子来讲它是很少的，所以在计算的时候就是我们在计算这里的电荷，空间电荷区这里面的电荷的时候，就把电子跟电动的部分把它忽略掉。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由刚才讲空间电荷区那部分的分布，来去推导内建电压的值。好，那在这里我们把刚才的空间电荷区的电荷用一维的方式来看，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只是考虑一维的部分。那由 Poisson equations我们知道 Phi 的 Laplace 会是等于负的 Rho 再除以 Epsilon S。 那在我们现在这个例子只是看怎样 S 方向，本来这是一个三度的，那我们只看 S 方向的时候 Poisson equation 就变成这个样子，然后 D 平方 V DX 平方会是等于负的 Rho 除以 Epsilon S。好，那在这里 Rho 的话就是你的电荷密度。好，那在这边这里的 Rho 的话就是多少 AQ 再乘以 XP 了啊。那相对的这边呢，那如果一维的部分我们用单位面积来看的时候，就是 Q 再乘以 NA， 不是 SP， sorry，SP 是这个的宽度，所以在这里你的密度会是多少 QNA， 那它是带负电，所以这是负的，那上面这边是多少 QND， 它是带正电。那在 P 型区这边你的电荷的量就是多少 QNA 再乘以 XP， 那这是单位面积的电荷量，那乘以它的截面积，就是在 P 型区这里负离子的电荷量。
那在 N 型机这边也是用相同的方式去算啊，那它出来的电荷量会是多少？ QCN 与 ND 是它的密度嘛，啊，那乘以 XN 得到的就是这个面积，那这个面积再乘以截面积啊，出来就是电荷的数量。哦，那要 Poisson equation 的话，你可以这样，这个你对它做积分，哦，那一次积分就得到什么电场？那电场就是怎样，在这里对这个积分嘛，哦，就是对这个面积 ，US 积分到 Y，哦，所以电场讲的样子会是这样。那电场再积分一次就变成什么？电压，哦，那积分出来电压，在这里就是这个电场的面积。好，那在 N 型区这里面恰取的量会是 QAXNND， 这我们刚才有说了。那相对的在 P 型区这边的话是 QAXPNA。那由电荷相等这样的情形，所以在这边怎样，正离子跟负离子会是一样，所以这样会使得它控阀区的比值跟你的掺杂浓度会是成反比。这边还没有讲到 V 顶的大小。哦，V 顶它在前面就直接给我们这个值了。好，哦，那刚才看到的那个 V 顶值，你可以由这个 Poisson equation，就是一次积分先得到电场，那电场再积分一次就得到电压，那这样的话你可以去推导出 V0 会是等于多少。VT 乘以 Natural Log NAND 再除以 NI 平方。那这个你们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去推导一下。好，那 V0 知道之后，我们讲过你的由刚才的那个面积的部分的话，你相对的也可以算出这个宽度是多少，比如 XN XP 个别是多少，那 XN 加 XP 出来等于多少，那这边算出来你的控阀区的宽度会是这个式子，比如它会是根号2 SOS除以 Q， 然后再乘以 NA 分之一加 ND 分之一，括号起来再乘以 V0。那在这边 FOS 就是半导体它的介电系数。那对 Silicon 来讲它是 11.7 倍的 FO0。那 FO0 就是在真空中的介电系数。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得到你的值会是 1.04 乘以10的负12次方法拉每公分。好，那宽度你若知道，那在控阀区两边个别的宽度我们讲跟你的掺杂浓度是成反比嘛，所以 XN 的部分就会等于你的总宽度，
然后再乘以 NA 加 ND 分之 NA。那相对的 XB 会是等于 W 再乘以 NA 加 ND 分之 ND。那 XN、SP 知道之后，你也可以算出存在空阀区两边个别的电荷量是多少。那在这里用 QJ 来表示的，就是交型的 charge， 那会是怎样，正电荷跟负电荷一样，那这个值会是 A 乘以 Q， 然后再乘以 NA 加 ND 分之 NANDW。 那 W 在这里我们讲过 W 会是等于这个式子嘛，所以你用这个式子把它带进来，那我们可以得到 QJ 会是 A 再乘以根号 2F-SQ NA 加 ND 分之 NAND 再乘以 VD。 那其实 VD 也是怎样 NAND 的关系式了，所以基本上你的 NAND 会决定你的空阀区的宽度、内建电压的大小，那个别空间电荷里面它的电荷量是等于多少，都可以用这个三角浓度的部分来得到。这边式子会比较多一点的，不过相对的你们主要还是把观念把它弄清楚，那至少把录屏波体局那个式子把它记起来。哎呦，内建电位 V0 会是等于 VT， 有热电压，然后再乘以 natural log NAND 再除以 NI 平方。那这个知道之后，即使宽度那部分你大概都可以怎样用刚才做图的方式去想，那宽度电场的大小应该都可以得到。好，那这个我们用下面这个例子来说明。那在这里我们要考虑一个江讯，在室温下热平衡的时候，那假设它的掺杂浓度 NA 是10的18次方每立方公分，那 ND 是10的16次方每立方公分。那二极体它的截面积 A 是等于10的负4次方。那计算 PN、NP0、NN、PN0、V0、W、XN、XP 还有 QJ。 那 NI 就用 1.5 乘以10的10次方每立方公分。好，那首先我们看 P 型区这边，那 P 型区里面的电动就是大概跟你的掺杂浓度是一样。那这个主要就是当你的掺杂浓度不是太大的时候了，那一般我们讲大概10的18次方以下，你大概都可以把它视为中等掺杂。那这样的掺杂浓度基本上你掺杂进去一个三价的元素，那它就会怎样游离产生一个电动，那产生一个负离子。所以在这里我们会假设它是完全解离，那如果完全解离，你的电动浓度就等于掺杂的浓度，所以就等于10的18次方 Cn 负3。那电子的浓度呢，用 mass H law 我们知道它会是大概等于多少 Ni 平方除以 PP 了，理论上是这样，但是这个 PP 大概跟 Na 很近似，因为在这里为什么用近似，那主要就是它有一点点差了，在理论上有点差，但实际上怎样那个差异很小，所以可以把它忽略掉。这样讲你们了不了解？就那差异多小知不知道大概？因为我们讲你现在是10的18次方，那用这个
Mass Action Law 你得到的怎样？电子的浓度是 2.25 乘以10的平方，对不对？那实际上这个电子是怎样来的？是不是啦？叶廷佑在吗？陈玉荣，这个电子怎么来的？电子是 thermal generation 嘛，啊，就是在晶格里面的电子有机会获得能量，怎样跑到从价带传跑到传导带上面来，那它跑到传导带上面来就变成自由电子，所以它就可以传导。那相对的，当它产生一个电子之后，在价带你就会留下一个电动，就是我们一开始在讲半导体的概念的时候。所以相对的，我产生这么多电子，那它一样产生一样多的电动，那这个部分是掺杂所产生的电动，那掺杂所产生的电动它并不会产生电子，而是产生负离子，所以实际上的电动的浓度会是这个再加上这一个量。但是这个量相对于这个怎样小很多，所以这个大家就只看掺杂浓度来就好。那相对的，你的掺杂浓度如果不是比 Ni 要大很多的时候，你们有兴趣你可以去算一下，一样你由 Mass Action Law 不变的就是 Np 会是等于 Ni 平方。那你掺杂浓度如果不是很高的时候，那这时候就不会用这样的近似方式来算，然后你必须完整的去计算电子电动个别的数量是多少，然后这时候的话你就需要用到什么 Na 加上 N， 因为你热产生的电子跟电动的数目一样嘛，那你掺杂进来的数量会变成电动，那另外一个是热产生的电动，那这个乘以电子会是等于 Ni 平方，那用这个去解电子电动的数目是多少。好，所以相对的，你看你现在电动的数量是到10的18次方，那你电子的数量只有多少？10的平方。所以以导电的能量来看的话，怎样？这个如果是在算漂移电流的时候，这部分大家可以忽略掉，因为这里太少。那再来我们来看 N 型区的地方，那 N 型区的地方 NN 是等于 ND 等于10的16次方，那 P 这个是 PN0， 那这个下标弄错了， PN0 就是在 N 型区里面电动的浓度会是 Ni 平方再除以 Nn， 那大概就等于 Ni 平方除以 Nd， 所以这算出来是多少？ 2.25 乘以10的4次方，所以一样的怎样？你主要载子会是 dominator。 好，那现在我们就把前面四个就是 N 型区 P 型区里面电子跟电动的浓度算出来了，那接下来我们看 V0，那 V0 我们讲过在这样的架构里面，它主要就是跟怎样你掺杂浓度有关嘛，然后 V0 会是 VT 乘以 natural log NAND 除以 NI 平方，那 VT 是 KT 除以 Q， 那算出来在
300K 的时候大概是 25.9 乘以10的负3次方伏，有 25.9mV， 所以 V0 就是 25.9 乘以10的负3，那再乘以 natural log 10的18乘以10的16，然后再除以 Ni 平方是 2.25 乘以10的20次方，那这样算出来大概是 0.814， 由 V0 的定量大概是 0.814。那扣环穴的宽度呢，在这里一样就是在前面我们所讲的公式了，因为它会是根号 2εs 除以 Q， 然后再乘以 Na 分之1加 Nd 分之1，然后再乘以 V0 0.814。好，那这样算出来它的宽度，就总扣环穴的宽度会是多少？ 0.327μm。那 xn 的部分会是总宽度再乘以 na 加 nd 分之 na， 所以是 0.327 再乘以10的18次方加10的16次方分之10的18次方，所以算出来 xn 是 0.324， 那剩下的就 sp 了，那 sp 算出来是 0.003μm。哦、那在这里因为它的掺杂浓度大概差了100倍、所以相对的怎样，它的控阀区的比值也大概是100倍、所以一个是 0.324， 一个是 0.003。 那控阀区的电热量呢， QJ 会是等于你的截面积、那在这边你们计算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就是你的单位要把它弄一致啦，就是你如果是公分就都要把它转成公分来算，所以在这里10的负4是平方公分嘛，那再乘以 1.6 乘以10的负19，这是一个电子的电荷量，那再乘以 Na 加 Nd 分之 NaND， 然后乘以宽度，那宽度在这边也要把它转成怎样 cm， 所以 micrometer 转成 cm 在这边就要多乘一个10的负4次方。好，那这样算出来就等于 5.18 picocoulomb， 那这是算出来它两边个别的电荷量。好，这样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我如果现在在 PN 接面的两端我加上一个电压呢，哦，那前面我们如果怎样两边开路的时候，这时候你控阀区的宽度跟掺杂浓度还有内建电位的关系是这样，那你可以得到两边个别的电荷量。那在这个情形下，你的扩散电流跟漂移电流是一样的，由 ID 等于 IS， 那 total 的 external current 是等于零。那再来我们看，我如果加上一个反偏呢，加上一个 reverse bias， 那所谓 reverse bias 就是相对于 P 型区怎样，分型区是加比 P 型区还要高的电压了，那这是一个反向电压。那我们加反向电压，你知道怎样？这边是加正，这边是加负。所以正的话会把 N 型区里面的电子往这边吸引，那负会把 P 型区的电动往这边吸引。所以你加上去之后，你的控阀区会变大。那这时候因为你这个反向的这个电流很小了，所以在这里几乎不影响它里面电荷的分布，所以控阀区的宽度我们可以用前面我们在推导外面空间的时候它的一个方式一样，
因为这时候的话，你空滑区的宽度会是等于多少？2S 除以 Q 再乘以 NA 分之一加 ND 分之一括号前乘以 V0 加 VR。用刚才的那个电压怎样？用 V0 加 VR 取代。因为当我加上一个反向电压的时候，那因为你现在电荷电流很小，所以在 N 型区跟 P 型区这边几乎都没有压降，所以你的压降是全部降在空滑区的地方。然后空滑区的电位现在就变成 V0 加 VR， 这样了解意思吗？那变成 V0 加 VR 之后，你的空滑区的宽度怎样？在这边会变大。那当空滑区的宽度变大的时候，你的扩散电流就会怎样？宽度变大了嘛，它梯度就变小，所以它的电流就变少。那扩散电流就几乎趋近于零，然后你的电流的部分就只剩下 IS 的部分。那一般来讲 IS 非常的小，那这个我们就称它是怎样？反向饱和电流。比如这时候的话，如果我们用现在这样的一个理论去算，那这个反向电流几乎是跟你的外加偏压无关，然后这个电流当然会维持一个固定值。好，这样有没有什么问题？那这是理想的时候了。那实际上你如果是看二极体的一个规格，那它的反向电流其实跟这一项来比，它会比这一项要大很多了。那主要的原因是你在包装的时候，在表面的地方它会有很多的trap， 所以它表面的地方很容易产生漏电流。那这表面的漏电流会是主导你的反向的时候它的电流的量。然后真正的量到的反向电流除了这个 IS 之外，其实有很多是包装表面的漏电流。那这个漏电流相对的比这个值要大。但是你如果在顺偏的时候，其实你主要算的还是怎样，由这个 IS 来算，而不是实际上量到的那个反向电流。好，那反过来我们来看，如果现在我加上一个顺偏电压呢，那加上顺偏电压就是 P 加正的N 加负的。那一样，我们如果假设你的电流并不是很大的情形下，在你的半导体的部分，你的压降几乎是零，所以你加的偏压一样会跨到这个空滑区的地方。比如空滑区的地方，你现在空滑区的位障就变成怎样？ V0 减掉 VF， 那 VF 就是你外加的这个电压的大小。那当位障减少了，所以在这里你的扩散电流就会大量的增加。那 IS 还是不变，所以这时候的话你外部就可以流过蛮大的电流 ID。那这时候空滑区的宽度一样可以用刚才的式子来表示了。用你现在就是把 V0 的地方，那其实你看怎样，它主要就是算空滑区的这个地方它的一个位障是多少，还是位势障是多少。那加上 VF 电压的时候，它现在就变成 V0 减掉 VF。 那基本上在这里 VF 永远会小于 V0 的，因为当你外加的电压如果远大于 VF 的时候，其实这里也不会怎样变成大于 V0，就这里还是会维持一个很小的值。那当你外加的电压太大的话，你这两个 N 型区 P 型区你就不能把它看成怎样都没有压降了，因为这时候的话你有些压降就会降在这两个区域。好，那相对的电荷的部分一样会是等于多少？ QJ 会是 A 再乘以根号 2SOS 除以 Q，然后乘以 NA 分之一加 ND 分之一，然后再乘以
V0 减掉 Vn， 其实对应到的就是怎样，把刚才的那个电压现在由顺边的时候就变成 V0 减 Vf， 那反边的话就变成 V0 加 Vr， 那其他的部分都是一样。所以在这个情形下 ID 会远大于 IS， 所以 I 等于 IDI 减 IS， 那其实这个大概就等于 ID 了，比如 IS 的量其实是可以忽略掉。好，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没有的话我们先休息一下。